星期六看这个新闻介绍，这是第17首。佛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种成趣灭，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求半叉，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注音而说法。这个注解里面就这个是第三大段，第三大段总共有30首偈颂，相当长的一段经文。前面讲长行文里面所设的誓愿，18愿王，菩萨以偈颂的题材重设了一遍，长行说的详细，偈颂的简略。那么从这个以下呢，是诵前面所讲的回向。誓愿后面3愿都是属于回向，常随佛学，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3条都是属于回向。这个地方就把这3种回向啊合起来，佛为我们详细的开头。由此可知，回向在佛门修行实在是非常重要。什么原因呢？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历届的修行很难成就，原因呢就是心量太小了那么佛教给我们回向这个修学的方法，把我们的心量放开，真心本性是包虚空法界的，换句话说比虚空法界还要大，那是我们本来的心量。现在这个心量小到连2个人都不能容纳，他怎么能成佛呢？怎么能往生呢？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问普贤菩萨在偈颂里面为什么回向要用这么长的经文几乎占偈颂的一半，道理就在这里。这个注解，注解不难看大致上都能看得懂。我们把这个经文简单介绍一下。我为菩提修行，
这跟我们的发心是不一样。我们为什么来学佛？为什么来修行？这个是从发心上来说。世间人学佛，可以说大多数是为趋吉避凶，是为这个。经上讲的话没错，为利苦得乐，那个苦乐的标准呢，我们搞错了。我们得的是眼前之乐啊，眼前的苦我们希望离开，眼前五欲六尘之乐希望得到，这简直是太小了。佛说的这个离苦得乐，离苦是离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呢？轮回苦、生死苦啊，生死轮回苦啊。无名妄想苦啊，佛是叫我们离这个。乐是指的什么呢？乐是指的究竟乐。究竟乐要到什么地方才能得到？对我们来说，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啊，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得究竟乐了。其实这个话不但是对我们而说啊，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是对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这是原教啊。是诸菩萨，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诸菩萨，对这些人说啊，原教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还劝他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得究竟乐，离究竟苦，这个离苦得乐。人家标准是在这里，我们是个什么标准？我们这个标准，苦永远没法子离开，乐是永远不能得到。为什么呢？用心错了。所以我们看这些菩萨，大菩萨化身大师，他们的修学就是我们的榜样。他的菩提，菩提就是佛道啊。换句话说，他是为成佛来修行啊。四弘誓愿最后一条话，佛道无上是真谛，他是为这个。这个目标远大，带起他心量的开阔，所以他的修行就相应啊，小心量修行不相应啊。
真正的道理在此。一切去中成续命，续命是六通之一。一切去就是指十法界。菩萨无论在哪一个法界修行，四圣法界里面有他，六凡法界也有他。在我们中国四川峨眉普贤菩萨的道场，我们这个世界有他。山西的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他。他们无论在四圣法界或者在六道里面，他不迷，有虚命，他知道过去，知道未来，不像我们迷惑颠倒啊，我们过去生中不知道啊，忘得干干净净，未来的前途也不知道，一片茫然，这就苦。菩萨通通知道，常得出家修境界，这五十三参里面示现出家身份的只有五个人，那五十三位善知识只有五个示现的是出家，其他四十八位示现在家，那与这一句话有没有抵触呢？常得出家修行界，没有抵触。诸位要想着，在家菩萨身在家，心出家，所以他还是出家，还是修的境界，这个形象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心清净，心清净，心净则土净这个重要所以此地出家这个意思着重在心出家，不注重在身。狗是固然，我们的心在五欲六尘境界里面升起贪嗔痴慢，升起这个念头呢，就污染了，这就够了。五狗是呢，心已经不染五欲六尘，这心清净了。或是犯戒毁犯了戒律，这个大家都知道，破戒了。穿漏又是比喻像一个茶杯一样破了啊，盛了水就漏掉了表示这个东西就坏了，已经不是法器没有办法修学如来功德
为什么呢？他解脱了啊，心境固然不能够接受如来清净法，是这么个意思。五口五铺都能够穿漏，可见得菩萨持戒清净。我们常讲严持戒，修行要从实践修起啊，但是实际许多人呢也把意思错会了，认为就是戒经里面的五戒、八关斋戒、十戒啊、菩萨戒、比丘戒、比丘尼戒，都会意会到这上去了。这个戒圈圈太小了，不免污染，不免破漏。菩萨在这个境界里面所说的持戒戒律的范围啊非常广大，凡是佛经里面佛对我们的教训通通是戒，教戒我们都要遵守啊，不是列入戒条才遵守啊，啊，没有列入戒条的，里面十多教训，通通都要遵守。啊，比如前面讲的，我为菩提修仙时，我是不是为菩提？这就是佛的教诲呀，我们修仙要为菩提呀。不为其他啊，这就对了。说的浅显，大家好懂一点。持戒就是守法，规规矩矩的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佛的教戒我们要遵守，世间的法律道德风俗习惯我们都应当要遵守，心就清净了。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世间这些一切法，通通遵守，通通随顺，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是这么个意思，啊，修行呢，从这个地方修起，啊，简单的讲，从守法修起，啊。持戒守法，下面一首这个要紧的是后面两句，为一切众生的说法，前面两句是说天龙八部代表的是六道众生，菩萨有能力在六道里面化身，
要度哪一类的众生，一定要现同力身，使用同类的言语，才能够度那一类的众生。像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那要度畜生，愿以畜生身得度者，菩萨要现畜生身；愿以魔鬼身得度者，在鬼道里面，那菩萨到鬼道里头也要现鬼道身啊，一定同类身呢，同类的言语才能够帮助他们。那菩萨有这个能力，所有一切众生于信于诸因而说法啊。由此可知，这佛陀的教化是无所不变的啊，遍及六道，遍及十法界啊，遍及无尽的虚空法界啊，这个是佛陀的教人。再看下面两首，在五十六页，这个注解里头，都很清楚啊。这两首啊，是修行二力，这个二力是自力离场。勤修清净波罗蜜，这是菩萨修行之体啊。菩萨行，菩萨行的体就是十波罗蜜，通常在《般若经》里面讲的六波罗蜜，华严以十来代表圆满啊，所以六波罗蜜到华严会上呢，就变成十波罗蜜啊。十跟六在数字上有差别，在内容境界上没有差别啊。怎么会有差别呢？十波罗蜜后面四条啊，是第六般若波罗蜜展开的啊，归纳起来了，般若波罗蜜展开起来了，有般若，有方便，有愿力智啊，所以它不是展开来啊。这个我们讲，这是归纳演绎啊，归纳起来就是一个般若波罗蜜。内容呢是圆满的。那么这个清净波罗蜜，用清净心修十度，以十度修清净心，它是相辅相成。这个一定要知道，十波罗蜜修的是什么？修的是清净心。清净心修什么？清净心修十波罗蜜，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啊。恒不忘失菩提心。这就是修行十度的功效。恒不忘失，永远不会忘失。菩提心是觉性，也就是说，菩萨在一切时、一切处、一
切境界之中，念念觉而不迷，那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性，它不迷呀。不迷就是不染，染着就迷。啊，一切法不染不住，它不迷。灭除障垢无有余，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自己业障很重啊。菩萨这个方法呢，业障都消掉，都消除，消干净了，无有余了。烧干净，障就是业障，垢是无明。业障无明啊，都消尽。用什么消？各位要记住，十波罗蜜。摄波罗蜜，普罗提心，有这个东西，消业障啊！我们要不在这里真正下功夫，那业障怎么消得了啊？菩萨行总纲领就是六。华严呢，文殊菩萨讲的十住，刚才讲的十跟六是一个意思，啊，同样的境界。第一个布施，啊，布施是不是叫你到处去舍财呢？啊，舍财修福，将来享福，这个不是波罗蜜。为什么呢？心不清净啊！啊，里面有得失啊，还是有贪心的。啊，佛家常讲，舍一得万报啊，这利息很厚啊，啊，值得去投资啊！啊，是这样的心理去修布施，这个心不干净，这个心不是菩提心啊，所以你所修的也不是波罗蜜。你那个叫修布施，不能叫布施波罗蜜，加上波罗蜜，心是清净的，决定没有染着的。布施真正的意思是舍，是放下，把贪心放下，嗔心放下，愚痴心放下，妄想心放下，执着心放下，这叫布施，真的布施啊！所以他才恒不忘失菩提心啊，他才真正能够达到业障无明，通通消除，一切谬心皆成就啊！自行化他圆满体验，这个里面总共八句，这一句是总数，这一句是主。那是菩萨行圆满成就，诸位要记住前面这三句非常重要。下面也是一首啊，是说他别对用，一诸惑业皆魔尽，惑是迷惑颠倒，
静是境界，这个境界不是好境界，是魔境界。八大人觉经上佛给我们讲的四种魔，四魔八大人觉经流通很广，提起来呢诸位都知道，这四种魔里面第一个是五阴魔。五阴魔是我们的身，就是五阴，身就是魔啊。这个身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而现的这么一个相状啊。第二是烦恼，第三是死魔。有情的众生都有生老病死，这个生老病死就是魔。说这个四大类也，三类是属于自己的，只有后面这一种啊，是我们身外的，是外在的天魔，只有这个属于外在的。哪些是天魔呢？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见过？天天见你们不认识啊！张开眼睛看看，哪一个不是天魔啊？凡是一切诱惑你起贪嗔痴的这一类的魔，是外面诱惑的，统统是天魔。天魔不是青面獠牙那鬼怪，不是那个，也许打扮得很漂亮，一起一见就生欢喜心的，那都是魔啊。要认识清楚，内不起贪嗔痴慢，内里面是心地清净，聚而不迷了，后业没有了。外面呢，是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外面境界不外乎两大类，一个是心里欢喜，称心如意的引起你贪心，你看烦恼魔就引起了。一种呢是不顺心的，引起你嗔恨心，这通通是魔境啊。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就是魔境界，不可以不知道啊。认清楚了，明白了，不受诱惑了，世间道中的现状啊，只要你内不动心，外不受诱惑，你就见解脱了。解脱就自在呀。菩萨跟我们在行为上不一样的，就在此地。我们凡夫经不起诱惑，顺自己的意思呢，这一诱惑贪嗔心就起来；不顺自己意思，嗔恨心就起来。换一句话说啊，这外面境界诱惑你，使你的烦恼不断起现行。
内魔跟外魔勾结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所以我们要学菩萨，学菩萨，学聪明，认识事实真相。《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面对它不会起心动念，心是平等清净的。这个就是内业惑消除，外面呢不能诱惑，外面魔镜呢也不起作用。菩萨降魔是这么个想法，又如莲花不着水，这是比喻；又如日月不着空，莲花在佛门里面用它表法，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莲花是生在泥土里面，花开在水上，佛用这个做比喻，池底下的污泥比喻作六凡法界，泥上面的清水呀，比喻作四圣法界，花开在水上。不单六凡法界它不染，四圣法界也不染，那它叫什么呢？不得已给它起个名字，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十法界之上，四圣法界呢，在比较上说，比六凡清净，是不是真清净呢？不算真清净，比较清净。真正的清净呢，是六圣四凡通通不染，真正清净。又如莲花不着水呀！这个是如一真法界。夜如日月不住空，日月在太空当中运行，它不是停在那里，它是在运行的。这两句都是比喻超越十法界，那就是真实的。那才叫真正解脱得法自在。再看底下第二十一首，二十二首，这是57年的倒数第四行。这个两首啊，成熟众生。悉出一切恶道处，等于一切群生路，如是今日刹成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普贤菩萨的大愿，跟十方诸佛如来完全相同，没有一丝毫的差异。诸佛确实，密
念，希望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第一句是离苦，第二句是得乐。等于一切群生乐，等是平等，跟佛一样平等。我们要知道，如果修学的方法不相应，要想达到究竟离苦得乐，是相当不容易。那佛有这个方法，普贤菩萨正觉经就是，就是劝你念佛求生净土，十大愿望倒回极乐。可是，一般人纵然是了悟华严，而把念佛求生净土这桩事情看清楚，这个可以说是，虽然了悟华严，对于华严是丝毫不认识。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啊，佛在《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弥陀经》也是大家把它看清楚，把这个经看清了，实在讲就是自己业障重啊，特别重啊！为什么呢？净土三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宝啊！你把它看清了，就是所有一切诸佛你都没有看在眼里啊，你都不认识啊，你这个罪多重啊！啊，像业障深重，哪有业障比这个更深更重要？没有了。啊，师尊明白的介绍我，啊，这经文上说，闻是经受持者，这是什么果报？得两种果报，第一个是得到一切诸佛护庇，这是福报啊！谁有那么大的福气啊？一切诸佛都保佑你啊！所以我说，那个念佛的人呢，念弥陀经的人呢，是净虚空变化界第一大福报的人。如果你们找不到另外一个人福报比他更大，他得一切诸佛护庇，一切诸佛保护他也保佑他，一尊佛都不漏啊，一切诸佛念他的，怀念他的，这一些人天天念这个经，你不知道啊，你不晓得这两句话说尽了、啊，大福报，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啊，第二个利益，戒得不退转于般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慧眼。前面得福，后面得慧眼，这个慧是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富慧都达到究竟圆满，世间人无知，
天天念这个经，不知道经里头讲的是什么，你说可惜不可惜？真要清楚，真要明白，他就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他所有的心行一切与诸佛如来都能相应。所以弥陀经原来的经题就是一切诸佛所度念经，普贤菩萨也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除这一门之外，普贤菩萨也找不到第二个法门呐。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啊，佛确确实实对得起我们的，把至高无上的法门传给我们。那我们自己不认识、不识货、不接受，那这个罪过是在自己呀，绝对不在佛菩萨。啊，佛菩萨对得起我们，我们辜负了佛菩萨。如是今日刹尘界，这句讲的实界。啊，刹就是佛国度啊。佛刹尘是微尘啊，这是形容比较。一粒微尘比喻作一阶啊，多少微尘呢？这个差是三千大千世界，把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微尘，那微尘是多少？极力形容时间之长，啊，十方这是讲的空间，啊，说了时间再说空间，无尽的时空里面。菩萨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从来都是无疲无惧，有无原则的做，有无休止的在那边做。我常随顺诸众生，这一句是总，啊，这八句是总，这一句是总说成熟众生。成熟众生就是你要想帮助众生，你一定要恒顺众生，啊，众生的业习烦恼非常之重，啊，如来虽然有最殊胜的法门，能令他立刻就成佛作主，奈何他不能接受。啊，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那用什么方法呢？必须要知道他业习烦恼，帮助他逐渐消除。到他业习烦恼消除相当的程度，对于如来的大法，他一天呢，他就醒过来了，他就觉啊，像世间人真的不晓得，念佛修净土是最大的佛宝，最大的智慧呀。不知道啊，念佛的人虽然多，真正明白的人没有几个。
今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前面这一句是因，后面这一句是果。圆满无上大菩提就是成佛。这个地方所成的是圆教究竟的佛果，就是通常讲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是要修普贤行。普贤行里面包括着前面讲的这个十大愿、十条纲，还有包含文殊菩萨在《华严经》里面教给我们的十方面。十波罗蜜是讲的四，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十个原则。而用普贤菩萨无量清净广大平等慈悲的心来修这个十波罗蜜，这就是普贤行。这个才能成就究竟圆满的佛道。再看五十八面，看偈颂。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感，一切行愿成就时，所有一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长生欢喜心。这个年纪如鲤鱼，也是同意行愿，也叫心行愿。这样略略地说明一下，第一句总纲，所有与我同行者，这一句话实在就是圆满包含了大势至菩萨所讲的五十二重门。为什么呢？有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从哪个世界去往生的，从十报土的上上品到同居土的下下品，都是修的普贤行。你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西方世界的人行共遵修普贤大士之策，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发心，全都修的是普贤行。所以我们要想亲近文殊普贤，华藏世界不容易找到他。什么原因？我们没本事去啊。我没有舞台，所
做的这个像在里面不是真的，你见到他也不会说话。真正的文殊普贤在西方的极乐世界，诸位不知道吗？我们念佛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观音世字来迎接，文殊普贤来过来，当然来了，没有不来的道理。那你问为什么有原因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同修都是修的文殊实行普贤实行，他们两位在那里帮助阿弥陀佛教导啊。观音世智是帮助阿弥陀佛到处去招生的，他们两个在家里教学啊。如果你把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搞清楚了，你那个向往的心会真的生起来，非常热烈。啊，那不一样啊。所有与我同心者，凡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的，都是普贤菩萨的同心者，与一切处同机会。这个同机会就是念佛共修的道场。念佛共修的道场非常广泛，啊，不是说哪里建一个念佛堂啊，这个是念佛堂。除了念佛堂以外的那个共修道场就更多、更普遍，但是一般人不认识，一般人不明了，啊，只看到形式的、有形的。而没有看到无形的大乘啊，与菩萨同心同愿的，那都是都通通都是大乘，身口意业皆同乘啊，三业清净，三业专净啊，一切行愿同修持。这个一切行愿就是指前面的十大愿，这下面一首啊非常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所有一无善知识，一是利益，所有帮助我的、利益我的这一些善知识，成他们为我显示普贤行，这是指的是华严经前面讲的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就是说的五十三位善知识，也许你听了之后你会很感叹，善财的命好啊，遇到五十三位善知识，我们业障深重遇不到啊，一个也没遇到。实际上呢，你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善财跟我们不一样的，善财认识的是善知识，我们天天跟他见面，不认识他是善知识。
这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讲我们现前社会这一些大众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的，我把它分成五十三大类，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你怎么没见到啊？你早晨起来眼睛睁开就见到了。由此可知，时时见到，处处见到，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这个就很可惜了。善良才童子聪明，他知道啊，我们所接触的社会上这些大众啊，现在我们知道有善人有恶人啊，那难道都是善知识呢？都是。那五十三位善知识之中，有善人，有恶人。啊，甚至婆罗门一期，大概你遇到的是愚痴的人，还没有像他那样愚痴。啊，甘露侯王嗔恨心很大。啊，稍稍得罪他。他就要置人于死地，啊，残酷毫不留情的，也是善财的善知识。啊，密索法多女是妓女，嗯，善财童子也去参访，也是他的善知识。这三个人代表贪嗔痴。你说法宗就代表贪爱呀、啊，甘露侯王嗔恚呀，甚至婆罗门愚痴啊，五十三个里头，好人坏人通通都有啊，啊，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呀，现前的社会呀，啊，所以他是表法的，你看善财童子如何跟他们相处，跟他们相处当中，自己成就自己的定慧。啊，成就自己的清净心，这你会修不会修啊？古大德常讲啊，净莲，净是物质环境，莲是人事环境，一切外面环境没有好坏啊。再跟各位说明白，没有善恶，善恶是起我们自己的分别之处。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外面境界是平等，是清净。所以华严，故得称为圆满法门。确实。在一切经里面，唯独《华严经》讲得非常完整，有理论，有方法，有境界，五十三参是表演给我们看，啊，就是把佛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如融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处世待人接物，它做出样子，啊，表演给我们看。这真正是难得 啊！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学习，在这个里面去领悟啊！除了自己一个人之外，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善知识，所有一切众生所显示的都是普贤行。啊，你真正会修，你就叫善财童子。所以善财童子不是专指一个人的，
善财童子是代表修行大乘佛法的人，那个修行人就叫做善财童子。我们今天把善财童子看作一个人，这就看错了。他是表法的。善是讲善根，才是讲他福德。他有善根，有大福德，真正的修大乘菩萨行的这个人，就叫善财童子。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他发这个心修这个心，他都叫善财童子。80岁也叫善财童子，女生也叫善财童子，有一个名字做代表，是这么一个意思。不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那就看错了，你就不懂他的意思了。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我们自己就是善财童子。常愿与我同机会，可见的我们不必离开城市去找个山洞里头清净人迹不到修行，那就修小城呢，修大城不是这样的。修大城常常愿意跟大众机会在一起。你看53参里面是哪一个玉香长者，玉香长者修禅定的，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他在哪里修呢？他在试禅。这个试禅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市场，最热闹的地方。他在逛市场，他逛市场修禅定，打坐，他不是哪里好玩就到哪里去。他修这个禅定，所以他那个禅定呢，不是身在定。心在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去一去去逛，心里头如如不动，这是禅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定慧等修啊。人家这个修法不是在禅堂里念经，那是初级的小学生的那个方式啊。所以化身大师的禅定，哪里热闹哪里去，哪里繁华哪里去，在那里心静修慧。他定会在那里去，那个地方是他的道场。像我们现在的时候呢，这个什么电影院呢、歌剧院呢、跳舞厅啊，这个呢，就他道场。他在这个地方里面呢，成就了他的甚深的禅定般若智慧。这么说那么我们一般凡夫看到他哪里在修行还要回报他所以这不懂华严不知道不晓得那个高级修行呢，跟普通修行不一样常愿与我同机会，与我长生。再看底下说，常念念见诸如来，记住佛子众围绕，于彼戒心广大供，敬畏来接无疲，念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心，就近亲近普贤道，敬畏来接常修行。这里你还说供养院供养院常愿面见诸如来集住佛子众围绕这个你还说见佛见菩萨在供养里面这是福田大供佛供菩萨这是最大的最殊胜的福田
我们能办得到。我们在世界一个学佛的人，天天盼望遇到一个反复的善知识，都不容易遇到啊。有几个人很幸运，一生当中遇到一尊国王，遇到一尊菩萨，少有啊。你们念慈悲三昧水忏，唐朝时候悟达过师遇到迦摩迦尊者，那是个国王。近代我们看到虚云老和尚年谱，他老人家去朝山啊，三步一拜呀、啊、拜到五台呀、啊、在半路上生病，普贤菩萨来帮助他啊，普贤菩萨化身化成一个乞丐，哎、啊、来照顾他啊，遇到普贤菩萨少数啊，太少太少了。可是遇到佛的还没听说过啊。可是诸位一定要想，如果你真正发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两句不必等到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心一发，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就常围绕你，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众生有感的佛自有应的，用什么感呢？真诚的心愿，愿生净土，愿见弥陀，这些这个心愿要真实，十分的真实，就得一切诸佛的感应。啊，决定不能掺杂一丝毫的虚假。所以这种殊胜功德利益，我们现前确实可以得到。啊，这个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只要做到这四个字就行、是。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那没有机会。时时刻刻不离开诸佛菩萨，不离开诸佛海会，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一切诸佛我怎么不离开呢？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跟诸佛神通道力相当，佛有千百亿化身，你那个时候也有这个能力，千百亿化身，每一尊佛每一尊佛的发挥呀，你都化身去参加，这么一回事情啊。我们现在苦啊，分身乏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大自在啊！哪个地方求你，分身就过去啊！能满一切众生的心愿啊！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想达到这个境界，照佛在经上讲呢。你要修行两个二生奇劫之后啊，正得
去地果位就有这个能力，这是七地八地菩萨的境界，需要修行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到。那么两个阿僧祇劫不是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现在修行不算，那从哪一天开始呢？从你证得小乘须陀洹果位那一天算起。如果这一生不能证得须陀洹果，那这一生就不算了。小乘须陀洹要断三界八十八品的戒惑，证得位不退了，从这一天开始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成的佛，诸位要知道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佛，天台家讲的藏通别圆，他成的是藏教佛。你才晓得多难啊，这一比较起念佛多快呀，多容易呀！只要用上几年功夫了，后就追上人家三个阿僧祇劫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么那些菩萨为什么修那么久还不能成功呢？我们这是一下就成就的，我们的运气好啊。他运气不好啊，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啊。这都是佛在经上说的，许多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没有机缘分的。那么这是把供养的对象说出来，依照华严经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情与无情同源种之。这个境界就更大，更显得圆满。这是我们静心供养的对象，与彼戒心广大供。这个供里面有财供养，有法供养，敬畏来及无比厌，这个就是供养的心清净广大。无比无厌啊，愿知诸佛微妙法，这个就是发供养。前面长行文里头讲过，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发供养，菩萨给我们设了六条，设七条。第一条，依教修行供养，这个就是依教修行啊，遵守佛菩萨的教训啊，依教奉行呢，这就是法供养。那么诸佛微妙法是什么呢？一切诸佛的微妙法，跟诸位说清楚、说明白，就是净土三界。再说的更简单一点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第一微妙法。这个东西要认清楚啊，真的认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得大利益了。
啊，这个德最大利益，无比的利益，这不是我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没有任何利益能够超过他。啊，你看，这一切诸佛护念，我们世间人求的去疾避凶啊，一切诸佛都护念你，你还遇到什么不如意事情？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一切危险你一定遇不到啊！一切诸佛护念，诸佛护念了，菩萨是佛的学生，一切护法善神是佛菩萨的护卫，全部都来保佑你了，所以你的福报是第一大，你比这个大梵天王的福报还大，大梵天王也没有这么多人护卫啊，一般一个大梵天王也比不上你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接受，你肯不肯修啊？不肯接受不肯修，那是你没有福报啊，这叫真的叫业障深重，发供养啊，所以归妙法了，就是持净尊法门，华严经到幕后倒归极乐，如果不归极乐呢，华严经就不能圆满啊，所以华严圆满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光显一切菩提心，光是智慧光明，显是明显啊，这是指前面的微妙法啊，持一切诸佛微妙法，这才光显一切菩提心啊。这个行是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就是本经里面所说的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我们明显看到念佛的一开头第一位得令比丘念佛，最后普贤菩萨念佛往生净土，一个头一个尾，这一头一尾含义就非常之深，自始至终啊，就是一个念佛法门。当中这些善知识修行的法门都不一样，代表无量无边法门，这无量无边法门到最后都归到净土，殊途同归呀。表这个意思啊，我们在四十华严把这个意思看清楚看明白了，四十卷经你真正得到，你真正的明了啊，你晓得怎么修，你晓得怎么修，究竟清净普贤道，这就是功德道，不是一般的清净，是究竟圆满的清净，普贤道啊！啊，普贤道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那就是普贤道啊！啊，究竟圆满，自己在生活当中，在应酬当中。智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就是普贤道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大乘行是生活，没有离开现实生活啊。五十三参各行各业，他哪一行业都做啊。
是在修普贤道，啊，都是在修究竟清净，敬畏来接常修心，是吧？啊，无尽的时空里面，菩萨的修行永无中断，这种修行得大自在，得大安乐。这些就是希望同学们细心去体会，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应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才真正的幸福、快乐、美满，啊，这才是华严呐。修佛不是越修越苦啊，啊，那个越修越苦，那就不是利苦得乐了，是利乐得苦，这个不是佛法。啊，这个跟佛法完全相违背，啊，佛法是利苦得乐，啊，真的得真实解脱，清净自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